好了，那好 ，OK，Remind。好了，下一首歌 Remind， 这首歌是我们在2009年做的。对，这首歌其实也是 Face 的我这张专辑的一开始，算一开始，嘟嘟刚加入是这首歌吗？感觉就是一个，那就先唱 Remind 好了。好，Remind 送给你们，谢谢。
就是我们要比赛，然后这首歌算是我们嘴哥乐团转型的吧，就是从朋克到非朋克，就是那时候有点年轻，想要耍凶啦，就是古惑仔的感觉。他们说这首歌，就是我画那这首歌，那个就是那年刚好拿下那个高雄区的冠军，然后让我们有机会到台北去比赛。对，而且大家知道这首歌其实有别的版本吗？就是更地狱，不是更地狱的，就是它中间其实有一段，但是它被删减掉了。大家知道，大家好，我是水哥，就是有人在唱广告，对，就这首歌，可是这样会不会勾引你们去 YouTube 看一下的影片？也是有可能，是没关系啊，因为其实就那天我那个上一个水哥的专业，看到有人贴，就是那时候我跟李烨戴鞋帽子的时候的表演。以前玩朋克的时候嘛，就是那时候他们玩那个比较青春一点的那种。青春。那时候我们表演，我记得那个不到零几，零八零七年，第一次去类似像春娜的一个表演。然后我就是为了以前很喜欢那个 Simple Plan，一个美国的计划，这是一个不是简单计划音乐节，是一个乐团。对。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很喜欢乐团，然后结果我们就规定大家说，我们去参加那个表演。全部人都要穿彩色的衣服，我不穿会生气的那种，会怎么穿黑色的？对，不行。结果我就说大家穿彩色，结果我就穿白色，然后李烨穿绿色，他就被我表了。好啦，其实没有那么好笑啊，就是一个我们自己的回忆啦。因为今天我们说今天是这个，我们想要把我们这个送给大家，我们的内心深处啊。对啦，那下一首歌。